专讲一栋，一台1999，一人栋1000块。IKEA 专一人栋40块，所以我要专50多栋，这次就回本了。六十大家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玲。今天欢迎来到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，随便玩。玲玲，看一下吧。这就是相机了，是吗？是那个钻洞机啊。原本柜子有六。四的洞要钻，然后还有墙面也要钻，能需要就买吧，省得啰嗦。连我都开不起来了。开的时候要小心。哇！哇，本体好大。我没想到这么大只。哇，你看这个。这只呢1999，这是砖砖墙壁的，然后这应该有的是正转反转吧，这叫做100件配件组，这些螺丝加一加算起来100件，这应该是锁螺丝用的，不晓得没有真的有用。砖墙一栋，一台1999，一人栋1000块。这一面墙壁可能还有好几个洞要钻，这边可能要放那个直立式那个隔板的调整的，然后这边可能会有个洞洞板。IKEA 砖一栋40块，所以我要钻50多栋，这次就回本了。